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了美国国庆的烟火还在释放，但街道上却枪声大作，现场蜂拥的民众听到枪声之后紧张的四处逃窜，气氛真的非常紧张，而两名受伤的员警也立刻送医来救治，幸好目前状况是稳定的。不过凶嫌还在逃逸当中，当地的警方正持续搜索跟追捕，庆祝活动变调让人心惶惶。